有股友问，我第一次辟谷，辟几天比较合适呢？第一次辟谷，在充分做好辟谷七项功课的时候，给自己制定7到14天的辟谷方案。如果不到7天也无妨，记住，只要你饿了，就是复食的信号，千万不要死撑着不吃饭，要一切顺其自然。